面下着大雨啊，有没有感觉哇，好麻烦哦，全身湿哒哒的。好啦，今天呢，妞妞要来跟大家介绍很多好看的商品，然后今天我们有上视频，对不对？然后视频也是卖得非常的好。然后呢，妞儿有这个墨镜啊，卖得超好的，大家有没有去购买了？那墨镜啊，一样墨镜饰品类啊，我们目前都不开放预购，所以有喜欢的粉丝赶快上网购买咯。嗨，好啦，先来跟妞妞打个招呼吧。外面下着雨，大家自己今天要注意一下，不要滑倒了，因为我刚刚觉得雨超级超级大，而且好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好啦，那今天呢有很多商品要介绍给大家，有帽子啊、墨镜啊、饰品啊，还有妞儿身上追加到货的吊带裤哦。好，吊带裤呢，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社团有发布了，所以呢该买的人应该都买回家了吧，没有就是漏网之鱼者。但如果呢你还尚未知道有这个消息的人呢，你一定要赶快去买这件裤子。等一下妞妞想要先来介绍这个追加补货到的这一件裤子哦，因为我觉得这件裤子比什么都还重要，甚至比帽子啊、墨镜啊还有耳环都还来得重要哦。好啦，赶快来跟妞妞打招呼咯，快点快点，大家午安。好，然后等一下今天也会戴帽帽给大家看，好不好？来哟。好，来，因为我目前看不到留言，看不到台湾的留言，所以有的话赶快进来跟妞妞打声招呼。然后我们今天按赞留言分享要送什么啊？我们今天是送什么帽帽吗？好，我们送渔夫帽。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我刚刚要上来直播的时候，好像看到台湾大马的渔夫帽全部都抢光了。其实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么喜欢这个帽子哎。对啊，因为这也是剧院头一次卖这种渔夫帽。那没关系，我这边仅剩各一，就是要送给你们的。那之后会不会追加呢？因为韩国目前的状况其实不太稳定，所以呢我们会再跟大家讲说会不会再开卖，会不会再追加，一定会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大家咯，好不好？所以今天帮妞妞按赞留言，你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个帽帽哦，好不好？就有机会可以抽它。然后渔夫帽其实我帮大家挑这一顶，我觉得还蛮好搭的，所以呢等一下也会来带给大家看咯。好了，赶快进来咯，午安午安。然后今天下的大雨，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全身湿哒哒，然后正在忙碌着工作，但没有关系啦，就是有空的话来看一下直播咯。我刚看了台马的黑色、粉红色的渔夫帽都卖光了，那目前没有办法开放预购给大家啦，就是确定有追加到的话一定会帮大家追加，然后把这个好消息发布在社团或是直播来告诉大家。好，所以呢请大家要锁定我们的社团跟直播，你就可以买到你喜欢的东西。其实帽子我就是先确定后再帮大家追加，看状况会再告诉大家。知道大家很喜欢，但是目前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各地的状况跟货运航运其实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就要请大家见谅咯，好不好？好啦，来哟，早安早安。好，那今天呢我刚刚讲了，我还是想要先从我的吊带裤开始介绍。吊带裤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在卖场上，那这一款呢我们打算可以开预购给大家哦。但是呢你还是现在有现货买的话，最快的话很快就可以帮你出货，这几天你就可以收到了。那这一件呢是我们日也等夜也等追加回来的一个弹力牛仔吊带裤，而且呢它可以把它拆掉当成是裤子，所以等于是有两用的地方哦，好不好？然后今天我真的也不知道大家真的这么喜欢渔夫帽跟耳环，其实真的我有一点吓到，因为其实刚刚妞儿一早来就一直在忙忙忙忙忙。那通常妞儿的习惯都是在开播之前浏览一下今天要介绍的商品的状况，但没想到我刚刚一看就心里想说哇，我今天要介绍什么？但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新品，很多的东西会跟大家讲。47分就卖完了，你也太厉害了吧！好，渔夫帽的东西小帮手麻烦在那个下面帮妞妞打一下，如果有追加的话会告诉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韩国那边的状况真的不敢给大家一个肯定的消息，但是我们一定会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我们尽快来联系来追加。好啦，那我还刚讲了啦，我还是要先讲这个牛仔吊带裤哦。昨天超多人在很晚夜晚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在买吊带裤。这件吊带裤它很棒，它是全长的，所以从150到160、170的人通通都可以来穿这一件哦。而且呢它是高弹力的，我跟你讲哦，这一件的牛仔弹力啊
要做瑜伽都可以。然后呢，有买到的人你可以在里面分享一下。你看我穿 S 号，它这么弹，然后这个是可以，就是把它拆掉变成裤子。等一下妞妞也会来拆哦。一般呢，其实很多人不敢买这种弹力的牛仔裤，但是不论你是新粉、老粉、旧粉，好了，你今天呢一定要花一件这个钱，你就会知道GN的商品有多厉害了。以前我们穿吊带裤都很害羞，屁股就是很大很胖，但是呢，这一件是弹性高弹修身的一个深蓝色的牛仔吊带裤，真的非常好穿，妞妞挂胸膛保证的好穿的程度到这边哦，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自己买回去套，就知道到底有多舒服了。那我穿的是 S 号，然后它是一件非常舒适的一个弹力裤，它也不会到超级超级紧、超级超级背，就是非常非常的显瘦好看。好，所以呢，一定要赶快去买这一件吊带裤哦。然后呢，吊带裤呢，它的特性就是你看哦。你看它的弹性多大，你整件看得到的布料全部都是高弹的，全部都是高弹的。然后呢，重点是我刚刚讲，第一个它可以拆成裤子两用，第二个它是全长，有没有看到妞妞的脚是全长？所以如果是170公分的高个，你穿这一件呢也会是全长，也会是全长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穿。那里面你要搭背心、T 恤啊，任何的商品都 OK， 都 OK。好，那墨镜呢，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去买这一款呢，是比较贴脸式的墨镜，跟我们之前以往上的墨镜都不太一样哦。好，然后呢，妞妞接连着要来戴什么呢？好，我要先来戴猫猫好了。好，来，猫猫拿出来了。好，这次呢，妞儿自己啊有买了两顶，一个是超级大牙白的那个帽子，超级大牙白的帽子，然后呢，有一顶是紫色的。你们自己看哦，剧院的帽子啊，一向是非常非常好戴的，就是呢，不论你是要怎么戴，只要这样甩一甩，把它戴上去就好。然后这一次我们推出这个大牙白的，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是这一种很经典的刺绣款。然后呢，整身就是这样多一个帽子穿搭就非常好看。这个帽子啊，都剩低库存量了，个位数了，所以有喜欢的话，一样是不开放预购，要等下一批到货。而且你看它的帽檐是多么漂亮的，非常非常好看。我自己两顶都有买，因为我们很少卖白色的帽子。白色的帽子特别特别的好搭，而且我们家是整个牙白，所以你所有啊想要搭的任何一个颜色的 T 恤跟穿搭，通通都可以，你看超好看，超级美的。然后呢，希望大家呢赶快喽来购买。然后呢，今天我记得也有我们的小满额赠开跑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赶快购物。想要吊带裤的你现在一定要赶快去哦，有现货在卖场，下一批什么时候到真的不能确定，但是唯一你就是你一定要买，今天什么东西都不买，今天东西都不买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件吊带裤带回家，你才会知道说，哎，妞妞这个女生在直播里面说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希望大家不妨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我的裤子到底有多好穿哦。而且它这边还有做这种小格破小造型。好，帽帽呢只有两个颜色，就是白色跟紫色。哎，我说真的哦，大家哦可以来注册一下GN的会员。然后呢，如果这个裤子不好穿的话，我非常欢迎你退货回来。好，那紫色的帽子啊，我建议大家。等一下我会搭白色的衣服会比较好看一点点，但是这个紫啊我有买，因为它超级亮白，然后我个人超级喜欢这个紫色，紫色早上开卖到现在也都快卖光了，所以我刚刚讲了，就只今天只剩就是个位数的几顶，如果你不赶快去抢帽子的话，等一下呢帽子没有就没有了，好不好？然后呢再来呢，大家很热爱的渔夫帽已经卖光光了，但是呢妞妞还是来戴一下好了。好，这顶渔夫帽很可爱，它就是完全不分头型，然后它其实算是一个蛮基本款，它是这种吸水的料子，吸水的。然后呢，当然有些人喜欢外翻，但是妞妞还是喜欢就是戴渔夫帽的样子，就是戴起来非常的典雅、好搭跟可爱。然后呢，吸水的，所以你就是放在包包里面啊，你要蹂躏啊，什么都非常好。然后呢，我觉得是真的超级好戴，然后不太挑头型，因为渔夫帽买不好啊，其实戴起来会蛮丑的，我说实在的。但是呢，我们家的渔夫帽真的很喜欢，紫色帽子喜欢对不对？然后这个粉红渔夫帽更是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它是走一个比较卡哇伊的风格，然后我也是推荐大家就是穿白色的衣服啊，或是浅色调黑白灰的衣服戴粉红色会蛮可爱的。好，但是这些东西都已经卖完了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不要气馁，大家不要气馁，没有关系，我们都尽可能的可以的话，就在帮大家补货。但是我刚刚讲了，你今天一定要买的东西就是吊带裤。因为零吊带裤会太长吗？没有耶，我们家很多小资女孩或者是都有买，然后150它也是全长，但是你看你可以要折不折都可以，都可以。好，其实牛仔裤没有嫌长的，就是把它折起来就好了。好，吊带裤16753买 M 吗？其实你平常如果穿 S 就是买 S， M 就是买 N， 它没有什么，它是非常标准的尺寸，所以呢就看你们自己平常是买什么尺寸，买标准就好了，不要买偏大偏小，因为买标准它就已经很舒服了。好，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次吊带的身影。我觉得吊带裤最厉害的就是屁股能做到不会很胖，不会很胖。好，然后我要把它拆掉咯。好，它是可以这样子的，它是可以这样整片拆掉，然后真的变一件裤子，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因为它连裤单穿裤子的话都非常非常的修身。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好，我就整件都把它拆了哦。你看变裤子的话一样好穿，就是不会说哎、这是可以拆掉的哦。好，不会说今天我拆掉哎、好奇怪哦，这裤子好像不实穿，完全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裤子是一样瘦的，所以呢这个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你看我随便一拉，它真的是高弹，真的是高弹的裤子，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买。好，170够长，绝对够长，小平这一件裤子发誓170一定够长，因为我穿其实已经蛮长的，160就是正常长，你们170绝对刚刚好是落在你的骨头的位置，绝对是好看的，相信我这一款170高个一定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好，然后呢我今天搭配的是一个比较可爱的蓝色 baby 蓝的烫金字，那这一款呢粉红色好像是少量现货，紫色卖完了，蓝色也剩少量现货，所以呢今天如果有喜欢妞的搭配的人，你们也可以买。然后这两顶帽子我还是很推荐大家赶快去添购，因为没有就没有了，目前不开放预购。然后这个紫色应该是很多女生喜欢，等一下我如果穿白 T 的话再来带给大家看。然后大牙白是一定要买的，因为你搭任何颜色夏天的衣服是全部都可以搭配的，全部都可以搭配。这件裤子超长的，它其实就是长，是大家爱的长裤，矮个也不嫌长，所以你不用担心。妞妞可以折给大家看，如果你是小个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反折裤，有没有看到？我觉得反折起来真的不输全长哎，所以呢，来给折给大家看。你看它又多一个九分裤的造型，有没有？而且腿看起来超细的。反正这一件呢、我倒是很推荐新粉你注册下单穿看看，不好穿你就不要再来跟我买衣服了，因为真的很好看。后面的衣服全部都上架了吧？然后我记得全部都上架，就是这个 Today T， 这个 Today T 就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2598，昨天已经有介绍过了 Today 的 T 恤，然后它有粉色跟白色，卖的超好的。然后这个就是我身上的粉红色，少量现货咯，两色给大家选择。然后它也是韩制，然后这个卖的超好的，因为没有人有出过这种烫金字眼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割破的位置是在膝盖吗？它是在膝上，所以是我用力的话它不会破在膝盖，不用担心。另外一个是割在大腿的中间，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不会因为你蹲下去而破掉的，好，所以不用担心。接下来呢我稍微看一下，这个是之后的新款，先偷偷给大家看一下，很好看的颜色有奶茶色跟这个蓝色。好，然后呢这个茶色已经上架了，茶色的 T 已经上架了，这里有没有？好，非常非常的好看哦，茶色的 T。 好，其实在后面的这一堆都上架了，都上架了。然后这个是韩风的一个土耳其蓝的 T 恤，很多都在我们2598里面哦，非常非常的划算。然后之后的新款偷偷曝光一下，偷偷曝光一下之后的新款。吊带裤XL能穿吗？XL如果穿XL的话会很紧很紧。然后这一件也是之后的新款，好，反正很多，一大堆一大堆。好，就这样子了，偷偷说一下。来，这件 S 号没了吗？你说裤子吗？裤子是不是可以开放预购？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请小帮手把预购打开了，就是我要让大家能够预购裤子。而且你看我反针，你们觉得好不好看？这件牛仔裤超级超级瘦的，然后呢，它直接它是可以变吊带的。后面进来的朋友，它是吊带裤哦，我把它拆掉，把它拆掉了。好啦，那妞妞呢？
呢，目前我要再继续讲一下追加，然后耳环的部分啊，其实今天超多耳环就售完了，我能不能下次再说呢？因为呢，耳环的部分就是今天速速抢光，尤其是大家很喜欢的这一个，我看之后能不能帮大家追加，好不好？好，所以这一盘耳环呢，我就下次有货的时候再说好了，好吧？目前呢，已经请小帮手在协助看有没有追加了，因为今天真的很可怕，我都还没有上到直播室，我东西都没了。好，所以呢，反正裤子我先这样穿喽，那我要做其他的穿搭喽。好，首先最首要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买这个吊带裤啦。好，第二件事情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一件商品追加补货到，然后它有两个颜色，然后有很多人在等哦，大概有200多个人在等，然后我们今天呢有满额赠的活动，等一下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哟，这个呢今天满额赠的活动，来满千送年历，满150送被套。好，一个是海外的，一个是台湾的。好，来，这是我们在特别印制的哦，这特别印制的，因为真的小帮手又私讯到很多。然后呢，大码的话是送环保杯套，这个大码非常实用，因为大码很热，所以呢要买无限的饮料来喝，所以我们会送环保杯带。然后呢，一样年历，我们超级漂亮的年历要送给大家。好，所以呢，满额赠的活动，你今天有买呢，都会送给你，好不好？满千送年历，好不好？满千送年历，满150送杯套。好了，再来哟。这件就是我身上穿，这件超级好穿，应该你们都拿到了。它有杏色跟黑色，然后卖超好，追加补货到，现货不用等，不用等。这件大家大概等了20天了吧，因为它做工真的蛮繁琐的，所以呢，大家等了20天。它有多穿哦，第一穿最正常的穿法就是长这样，第二穿呢，来告诉大家可以慢慢的稍微变小性感。我觉得我那时候介绍过，我觉得最性感的话是卡在这边，倒不是整个拉下来，是卡在这边，然后呢，把这个肩带偷偷的收进去，你看你的脖型是不是变得很漂亮？它是一个梯形式的设计，然后呢，完全不紧哦。来看一下，这是到 L 号都可以穿的，到 L 号都可以穿，完全没有紧绷的问题。然后它是螺纹高弹面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很喜欢在直播讲现货补货到这件事情，因为呢，人家好几百名粉丝等的是2个礼拜、14天以上，你今天看到，你一天都不需要等。所以我为什么每次都这么激动在讲这件事情，好不好？我为什么那么激动在讲追加补货到这件事情？白帽男士可以戴吗？可以戴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可调式的，男生都可以戴。我们家的这种今年出的韩国帽，男生都可以戴，因为它是可调头围的。可调头围的，好，然后这一件呢，只能说大家到时候收到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它是落在一个5分袖，而且不会到很合颈，大家不用担心。再来再性感一点，我们就当然再把它拉下来一点点，看你自己想要怎么穿。但是最正常的穿法，我再穿回来，它是长这样子的，然后双层的，非常非常的好穿，一定要赶快去买，便宜好看又好搭。那你只要搭一个这样子的牛仔裤，或是把刚刚的吊带再穿起来，就非常非常，你不觉得这件很好看吗？我觉得超自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找不到吊带裤怎么会 ？Kimmy， 吊带裤在下身的吊带裤里面，小帮手赶快贴一下链接。来了来了，链接来了，吊带裤在吊带裤下身类的吊带裤吧。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件追加补货到现货，听清楚了，黑色会继续追加，白色售完为止。好，白色目前呢又帮大家追加一批货回来了，然后呢，你们有买的人应该都可以在这几天就收到了。但我要跟大家说，白色就只有最后一批了，因为布料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是生产完这一批就没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白色，不管你喜欢黑还是白啦，都好，反正它就是售完就白色，目前售完就没有了，售完白色就没有了。好，但是部分呢，每个人两色都蛮喜欢的，你看你要穿白色的感觉还是它，而且它是米杏色。我当初穿了黑色，大家都一窝蜂的买灰，然后后来穿了米杏色，大家一窝蜂去买米杏色，但两色都很好看，因为它很特别，它是米色，它不是白色，也不是杏色，它是米色，真的很漂亮的米。然后呢，米色如果拉成140，我觉得就更美丽了。好，来790，赶快哦，你看。下一个吊带裤，它是两穿，可以变成妞妞身上的裤子。后面进来的粉丝，我吊带是不是要拿着你才知道这是吊带裤？是这样子的，我的裤子是这样子的，吊带裤我自己拆掉的。
拆掉了，拆掉了，可以变两穿，790元，我跟你讲超划算，不好穿请你退货回来，然后就不要再买我们家牛仔裤了，因为我对它实在太有信心了，它真的是高弹又好穿，我给你看哦，你看，随随便便拉身上穿就非常非常好看。好，吊带裤有问题的赶快询问小帮手，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想买现货，所以你现在赶快询问小帮手，小帮手会给你建议你要买什么尺寸，所以大家动作要快哦。米色穿了会显胖吗？基本上米色一定会比黑色来的稍微蓬一点点，但是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本身它不是说超级紧身小，但是如果你要修身的话，是真的很多人买黑色，黑色一定是修身款，但是米杏色真的很多人想要喜欢，就是觉得说啊夏天我想穿这种米色比较鲜一点点，那你也可以。然后你有手上拿这个吊带裤真的很好穿，它是全长的，所以170你也可以折放下来，就是160放下来跟折都可以，只是示范给大家看哦，真的很好穿。而且呢不要买大或买小，它都有range哦，因为它已经本身就是算是弹力的裤子了，所以不要偷偷买大或是买小哦，好不好？想要杯套，想要杯套，好啦，下一次呢台湾的部分我来送一些杯套给大家好了，好不好？上衣是哪一件？小帮手赶快贴一下。目前追加补货到哦，追加补货到，然后售完了，白色就不会再有，黑色会继续追加。黑色还是真的卖比杏色好一些些，但是杏色也是很多人购买，但是售完为止，就看你们自己怎么选。我自己是买杏色了，对。然后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吊带裤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超级好搭？我跟你讲，你们要搭 T 或是搭妞妞，我们这种很多 MIT 就是造型上衣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绝对不会骗大家。好，真心。不骗你，今天没买到吊带裤，你真的会后悔，会哭，因为它真的很瘦，它真的很瘦，而且有这一款我想要一路就是一直卖到夏天过完，因为真的很好穿，很少穿到这么好穿的吊带裤，又不显胖的吊带裤哦，所以呢，大家自己下好离手咯。很多人买黑啊，所以呢，这件是现货、哦，别人前面的人都等了14天到20天，你今天买这件不用等，真的是。搭到顺风车，真的是搭到顺风车了。好，所以呢，想要现货的吊带裤的人，现在赶快立刻询问小帮手，我自己该买什么尺寸呢？好不好？赶快自己去下单。然后我身上的这一件，你们千万要赶快买，因为它做工真的比较复杂，需要一些的时间哦，所以请大家动作要快了。好，再来呢，妞儿要穿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朴素的东西，就是呢，我们的发热背心也追加补货到了。我跟大家讲，发热背心超级好用的，有没有看到妞妞很常穿这件在里面？就是呢，不论是穿衬衫还是穿洋装还是穿什么，我都把这个当成是打底衫。那它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外穿，它是有一个发热磨毛，我们 MIT 有注册的一个发热衣的一个效果哦。那当然不是说真的会热到爆炸，但至少在这种要凉不凉、要冷不冷的台湾的天气是非常适合的。那海外天气也很多人购买，很多人说会不会穿了真的很热，其实它是背心，我倒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这么夸张，所以台码都卖得很好。那它今天也是追加补货到，黑白卖得最好，就是夏天一定是白色卖最好，但是黑色打底大家也都很需要。那这一件背心的版型，我们是汇集着我们所有卖场的背心版型卖的最好的，然后去套在这块布料上，所以这个版型是大家公认许可最喜欢的 SML 到 XL 都可以穿的，然后很常看我把它搭什么东西在里面，就是用这个 MIT 的小背心，好，非常非常好穿，很多人包色或是一色各二的买，它的弹性非常的好，主要是版型好穿，然后我讲了有一点点发热的效果，就是在要微凉不凉要冷不热的天气呢，让我们呢来穿这样的背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非常非常的刚好哦。好，所以呢这个小背心追加补货到我比较激动的就是追加补货到，大家一定要跟上这一波。我跟你讲哦，它外穿内搭都好看，好不好？所以这个小背心真的只是在直播上额外的再跟大家讲一下。然后紫色帽帽我其实现在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们喜欢穿白色衣服的人，很适合买紫色的帽子。好，这样我们家的帽子啊都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帽檐跟头型调整哦，因为呢戴下去就非常好看，我超喜欢这领子色，因为它就是很亮，而且它是亮紫那种，很不是薰衣草紫，但是它是亮紫，然后它是韩字的，如果有喜欢的话你可以看你要买什么颜色，大牙白很多人买，因为它是夏天任何红橙黄绿蓝靛紫粉红色什么颜色的衣服通通都可以搭这种大牙白的帽子。那大牙白帽子其实比色帽还难买哦，因为大牙
白大部分都是品牌嘛，但是像有这种简单秀质质感的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大家帽子自己去抢购了，因为帽子售完就真的目前不开放追加，好不好？好，有补货到会再跟大家讲。今天我不介绍耳环了，因为目前耳环都没有了，我要等下一批，如果这一批耳环能够追加到的话，那就再来跟大家介绍耳环，不然你们现在看得到也买不到啊，是不是会很伤心？是不是会很伤心？好，所以呢今天妞儿还是不要介绍耳环好了，好不好？好，我就继续来介绍我们追加补货到的衣服，好不好？好，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吊带裤，我身上穿的吊带裤我现在是拆成裤子，如果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赶快发问上来，发问上来哟，好不好？好，来咯，我要继续咯。好，再来呢还有一款也是追加补货到，我觉得这一款我每一天直播都穿，穿到有一点就是到底还要再穿多久，因为这件实在卖太好了。来，这件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它吧，我已经穿了 N 百万遍了。好，这但是我好东西还是要分享给好朋友，因为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粉进来。好，这是一个多穿式的上衣，这一条呢我讲过喜欢的人很喜欢，讨厌的人讨厌，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本身上衣是可以穿正常领斜领跟一字领，那最好看的一定是妞妞喜欢的斜领。再来呢它是可以三段式操控，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好，通常呢想要有一些腰身腿比较长的人都会拉到第三段，虽然我前面竖起来了，但是我后面的肉还是松松的，帮大家遮了这一些不该露出来的肉，非常好看。而且它是我们 MIT 主打卖的最好的料子的竹节棉，弹性非常非常的好。这一件呢有白色、紫色跟灰色，卖的最好的颜色目前还是白色，就是白色还是冠军，然后再来是紫色，再来是灰色，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看一下我手边有没有其他颜色。好，等等我哟，我来找一下。好，卖的最好的颜色大概是这几个颜色哦。我们家衣服真的非常多，要找还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等等我，等等我哟。好，我找到了一个颜色。好，来，这个紫色，紫色也卖得非常好，就是粉紫粉紫的感觉。这一件应该旧粉都是不意外啦，大家都可以介绍没售完的吗？好，我等一下更新一下页面看哪些没售完。耳环的部分我们海外的部分没有上耳环哦，吊带裤有可能 XL， 有可能开 XL， 吊带裤不会开 XL， 因为确定没有做到 XL。那现在工厂端的关系，目前也没有办法再开模再做大一个尺寸喽。好，这个是灰色，但是如果你是新粉的话，这件你一定要买哦，好不好？就是我今天也是讲一些追加补货到比较厉害的商品给大家，所以呢，你们大家要认真的听一下喽。好，然后我现在也来穿上一下这个粉紫色，但是我还是想要找卖的最好的白色给大家看一下。好，衣服实在很多。好，来，这里粉紫色是最多人买最多人喜欢，然后白色还是比粉紫色再更厉害一点点，但白色目前不在现场。好，你看一下粉紫色，所以搭这种裤子是非常非常协调好看的哟，好不好？已经包色，这真的很多人包色，我只能这么说，超级超级厉害，跟修身大坦舒服的 MIT 料子，而且真的不贵，然后好穿不已，就是你要正常领斜领什么都好，然后有时候我穿短裤这样子我放下来也很喜欢。好，然后再来呢，再来要穿什么呢？再来要穿这个仙女羊，仙女羊是都是大家观众要求想要看妞妞穿的。好，来了，等等我。好，来，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看耶，仙女羊。好，它做了双层的设计，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曝光哦。然后呢我今天穿着是一个比较女神的红豆粉紫色，然后呢它卖场有黑白紫浅紫深，这个算红豆色，然后还有驼色，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它有附一个绑带，这是粉丝想看的。然后我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把裤子扎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裤子扎起来的样子，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女神。
好，这一次这个穿搭就是妞儿出门会穿的穿搭，然后你只要再戴一个墨镜啊，就是气势非常十足，有没有？气势非常十足。好，等我一下，我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东西。大家刚刚还是说想要听一些耳环的东西，是不是？好，赶快帮妞妞按赞、留言、分享。这么夸张包色，好，吊带裤目前 ML 都剩个位数咯，所以有喜欢吊带裤的人自己动作也快了。好，我来看一下视频类，赶快按赞留言分享。你说没瘦完的耳环哦，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啊，我昨天说比较 lady 的这一款我自己有买回家，因为它是可以当这个，就是像我现在穿的比较女神的感觉，超好看的哦。这个剩个位数，刚刚有粉丝说妞妞可不可以先介绍卖场有的，有，这个是目前卖场还可以下单的，这个我很推荐大家买。你看我现在穿比较女神的衣服，很适合戴这种比较飘飘的衣服，很适合戴这种的耳环哦。对啊，你看这样子穿起来，有时候去喝喜酒不一定要就是很夸张，所以像妞妞这样子有一点微小女神风的感觉就可以了。那你不要穿球鞋，所以你看我的上半身其实蛮适合去喝喜酒的，当然就简简单单，非常非常的好看。洋装之后会有哦，洋装之后会有，这个是有货的。然后还有一款也是比较典雅的，就是也是有点 party 式的这个流苏，这个剩最后一副嘞，我该介绍吗？好，这个剩最后一副，这垂吊式的超好看。好，来帮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货，都剩几个位数了耶，所以呢有喜欢可能要快一点。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超级唯美的鱼尾哦，等一下，鱼尾这个还有几个，哎，鱼尾这个很推荐大家买哦。你看它很漂亮，它上面是一颗宝石，下面是一条鱼尾的美人鱼，然后这都是可以动的。这个赶快去买，这个还有这个妞帮大家进超多的，但是今天还是抢得很夸张，这也剩个位数了，大概五个以内而已，就真的都没有了，所以很可爱哦。就是垂吊式，那我们选垂吊式其实都不会选到太夸张、太剧烈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像妞妞一样这样穿休闲 MIT 的棉质的衣服，其实就可以搭配了。我不希望大家太复杂 ，OK 吗？好哦，我是针对就是卖场上现在有货的，让大家赶快能够去买，稍微介绍穿搭一下给大家看。然后呢，鱼尾的我觉得也非常好。然后最后一个这个爱心，这爱心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买起来，因为这个我自己有买起来，它也是我觉得参加晚宴啊或是比较 lady 跟老公男友约会的时候很好用的一个耳环，因为它是爱心，但是它不会爱心的夸张，它虽然是垂吊式，但是它是渐层式的，有看到吗？它是渐层式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像流水瀑布这样的感觉，所以呢真的真心推荐这一款。这个也都剩个位数了，你看我这样戴起来多女生。然后男生最喜欢这一种若隐若现又动来动去的耳环，然后就是在这边，所以还蛮小微性感的感觉。而且它戴起来我觉得比放在那边好看的，因为它戴起来就是像我讲一个爱心，然后流水瀑布的感觉，然后真的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喜欢这几款的你们可以赶快去下单咯。好，有没有非常非常的好看？哎，我们的亮片 T 都售完了耶，很厉害耶。好，来，所以呢，这个有喜欢的粉丝自己去咯，好不好？这个，好，就这几个目前是卖场有货的，但是如果因为我们海外部分目前没有上耳环啦，目前没有上耳环，但是因为耳环今天的款式也比较少，所以呢妞儿想说等到就是耳环都到齐了或是能够追加补货到的时候再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耳环，好不好？然后我要再继续咯，好，稍等我一下咯。好，妞儿要再继续穿搭给大家看哦。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啊？然后我今天呢、啊、
就是跟大家讲，我们有满额赠的活动，所以如果你有买我们家的东西的话，就是有满千或是晚买马币的话，就是我们都会送那个年历跟小杯套给大家。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啊？欸，我这是这样披着可以吗？好，我现在身上穿的吊带裤真的超长的，昨天真的是三色，每个尺寸都是200多件，然后现在 M 号跟 L 号剩个位数， S 号也是还有一些些几十件，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昨天晚上其实已经给摇滚区的粉丝买一波了啦，有吧？有在摇滚区的粉丝晚上都还在购物，就是夜晚了，妞妞发在社团就说，哎，补货到，所以呢，之后如果是牛仔外套补货到，妞妞也会发在社团，请大家自己要去看一下，去看一下才买得到哦，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吊带裤的问题想问？我觉得实在太好看，太美丽了。然后刚刚有讲，我们的满额赠是这个，就是年历及这个小杯套，小杯套就是海外的地方，因为真的蛮热的，需要一些杯套，就常买饮料。然后有黑白随机出货哦。然后台湾的部分有这个漂亮，我们制作漂亮的年历给大家，非常非常的实用，就是放在办公桌上，每天都时时刻刻都记得 GN， 有没有？请问还会有落肩牛仔外套吗？会进牛仔外套，你们想买的那款牛仔外套会有。然后但是在那款牛仔外套到货之前呢，好像还会再有一款新款牛仔外套，反正呢一个是短版，一个是正常版，到时候会再跟大家介绍。如果想问什么货况的也可以问妞妞，然后妞妞身上的韩国小背心会再补，但是它可能也是最后一批的。那我呢通常补货到都会发在社团，所以你只要是社团或是 VIP 摇滚区的粉丝，基本上你喜欢剧院的东西应该不会买不到才对哦。因为呢妞妞的第一手消息或在前一天或是在追加补货到，我觉得很希望大家能去买的东西，我都会放在社团告诉大家。好哟，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有吗？没有的话，我要继续穿搭。然后这个是可以拆掉变裤子的。你看我今天这件裤子多好穿，它超级超级弹，超级超级瘦，然后可以这样拆掉。然后前面是做这种，我觉得锯齿状的车缝真的蛮好看。好哟，我要继续喽。我要继续了，我想要找一个罩衫给大家看。好，等我，衣服真的有些多。等我，好，现在还有很多好看的商品要跟大家介绍，但你们要等我一下。好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再发问给妞妞，好不好？好，来，我觉得我好像介绍的差不多了，就是能介绍给你们的东西都介绍给你们。你们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些 T 啊，尤其是这个，这个超多人买的，但是卖场上现在好像没有，现在是蓝色，耳环都被抢光。对啊，墨镜目前不会再有了，墨镜目前不会再有，要真的要等那个海外那边复工才会有，目前是没有的，那跟大家说声抱歉咯，好不好？然后这个 T 恤就是目前只剩蓝色了，所以呢你喜欢蓝色的话也可以购买，好吧？蓝色的部分，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穿的蓝色，然后它是做这种金色系的字，很好看哦，一定要加入哦，不要到时候牛仔外套抢不到你会哭哦。好，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好看的粉红色。然后蛮推荐就是妞儿昨天穿的这一款大牙白的大 T， 2件598，也够便宜了吧，2件598，而且是超级大牙白，然后咖啡色的印字，然后你不喜欢白色的话它有粉红色，这个粉红色，然后它是 SML XL 都可以穿的可以穿的尺寸。好，然后呢目前这个有现货，这个有现货，奶茶色的，这件我也很喜欢，它是正宗奶茶色的 T， 然后像妞妞搭这种深蓝色的牛仔裤，我觉得蛮好看，也是2入5.98。我身上的何时追加大概在7天以内吧，
期限以内，那我会发在社团，让大家都买到。因为真的韩国状况真的很不稳定，我们真的不敢来开预购，真的很担心大家一等再等，一延再延。所以呢，我们还是就是目前都是卖现货的方式哦。耳环还会再补吗？老实说，今天的耳环跟帽子、渔夫帽会卖得这么好，其实我也真的有点吓到了。就是我都还没有直播，然后全部都抢光，所以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请小帮手去询问会不会追加，那有好消息的话，会再赶快告诉大家，好不好？台湾官网下单的海外也是正小杯套吗？不太了解你的意思，在台湾下单的话就是年历，在官网大马官网下单的话就是小杯套，对。然后刚刚我讲的 T 很多都是两入五九八，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好哟，然后其他的哈，稍微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啦。然后之后有追加补货，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大家再自己去买。就是今天有上这个很可爱的，就是 L O V E， 它两边耳朵戴起来就是 L O V E。然后我个人超级喜欢的这个珠珠串，就是垂钓式的珠珠串。然后今天垂钓式的有两款珠珠，都还蛮精致的。那这个之后上架你们再自己买咯，因为现在目前是没有货，因为我就先拿起来让大家看一下戴起来的样子。但我也觉得今天的耳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才会大获好评，真的是直接扫光，吓死人了。好，这个非常好看，然后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个，对不对？好啦，这个我会去问问看能不能追加。然后这个我也很喜欢，因为这个它是黑色，很典雅。有时候穿一些，有时候穿一些比较休闲啊，或者是比较暗色系的啊，我觉得很适合戴这个。这个我还蛮推荐。好，然后四叶草就不用说啦，这种小小的小钻系列，大家一定是非常喜欢的。然后今天蛮多珍珠款，这个立体珍珠也卖得非常好。立体珍珠它就是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呢非常戴起来就是垂钓式跟视觉感是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垂钓五角星，这也是妞妞昨天有戴的，大家应该会非常喜欢。亲肤高腰吊带裤目前那个要等开工，至少到四月五月，有一些货其实会有，但是就是要等到四月五月，所以目前真的是没办法开预购给大家，太久了啦，真的是太久。所以你们说的货啊，其实你们想要的什么一些雪纺羊啊、吊带裤啊都会有，但是就是要等到四月到五月，这个是疫情的关系，就是内地的关系，我们真的也逼不得也逼不及，所以也没有办法束手无策，所以请大家要多包含见谅咯，好不好？好啦，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我今天大部分啊本来想介绍耳环，但是真的是都卖光光了。好，然后牛仔外套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加入社团，有进一步的好消息我会先在上面发布，至少让我们非常热情的 VIP 摇滚区的粉丝先买到。那新粉不知道怎么加的话，我们小帮手会协助你加入哦，好不好？耳环几乎都没了，不是很多没了，好像都没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等这一批看会不会追加到，我会再跟大家说，好不好？